那不想飞飞，不要打飞飞。好，来呗。哥哥，你转过来看我这边。蹲下来跟他玩玩。来呗。那么大，给我一根针。看，来呗。你按啊，按。嗯，哎，嗯。嗯哼，小手手。妈妈，你摸的它为啥脚跟翘翘？它脚受伤啦。被蛇一撞到吗？我不知道，要再送我手术去讲。